咁我哋手法方面，我们的手法方面有十二字诀，勾勾彩挂绷紧雕打粘粘贴靠，再加上灵活的猴子步，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猴步螳螂拳。在我们中国国术任何门派，我相信在技击上都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螳螂派是比较尊重技击的，一般我们都不同我们的对手硬碰硬，我们主要是穿闪吊打，都是在侧面进攻和下盘进攻。我们的脚法严格来说，实用脚法是不过腰的，包括少林派也是这样。我们尽量将我们的身体缩小，减少我们受袭击的目标，好像是一个炸弹一样，缩小了有爆发力来袭击对方。通常不在他前面进攻，而是在侧面进攻，